微菜五百主义，料理有创意，做菜真容易，宅经济当道。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外送人气主厨许志昌老师。哎，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微菜老师大家好。你好。哎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因为宅经济当道啊，对，那很多人都想要当主厨来外送外卖，对对对，所以老师出了这本书，对，是专门针对哈一般家庭主妇，或者是说想自己做小生意的，这一本都非常的实用。所以我们只要在家里面的家庭主妇，对，也可以来做外送外卖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看这本书就对了。对，赶快去买书。这道菜要叫什么？哈，我这个的话哈，就韩式哈，韩式那个烧肉饭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一下老师到底怎么做喽。好。那一样啊，米我们就洗干净而已，我们也不用泡水。我现在用两杯，那我们就是看你的米的容量是多，用哪一个容器下去量，然后我们的话就是用哪一个容器去杯子量，对，就什么杯子量水。米啊，嘿，米个得了，这蒜头，蒜头，蒜头，这样下去的话哈，炖出来会肉，它那个饭会比较香一点。OK， 这样就好了。真的来煮粉啊，哈，对啊，四分之一冒烟，转小火计时八分钟。转小火计时八分钟。今天是用这个那个梅花肉嘛？梅花肉片吗？对对，七味粉哦，比较有那个辣味的感觉。OK， 还一点点的盐，然后少许的糖，我们再给它拌一下。哦，你看这一支也超好用的。嗯，快一夹。对对。哦，那洋葱我们就给它切，哦，切成丝，对。萝卜的话就搭配一下颜色。哦，老师冒烟了。那一样呢，熄火一样，我们就一样给它计时好八分钟。那香菇的话，我们在挑的话，我大概都是会挑比较厚一点的，哦，因为厚一点它吃起来比较有口感。切木耳，对，这个是新鲜的啦。那如果你可以买那个干的，干的，哎，回来泡。对，葱的话，我们就来切成葱段。韭菜，对，后面的时候再加下去，对，它多一起酸啊嘛，哦，那套 Q 的话，我这个是有先切的，那你可以这样切，切好了以后，到时候下去煮，哦，就是从中间这样切，哦，切，但是下面不要切断，对对对 对， 对。老师，我们八分钟了，对啊，那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开到火，没有呢，对啊，所以就很方便哈，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给它移到外锅，继续再焖15分钟。对对对，这个高丽菜嘛哈，我用高丽菜，我就先把它这个里面先把对挖掉哈，那我们就用拆的。好，我们大概哈这量的话就是能腌到为止啊哈。好，一点盐，盐巴，盐巴，哦，我们就盐巴，锅盖，锅盖，对，哦，这里稍微给它拌一下，锅盖起来，哦，就是这样。这样摇一摇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哦，这样就好。它摇了，它盐的话，它就会怎样？走，对，就会出水。嗯，来打酱汁哈，哦，嫩姜。嫩姜。因为老姜的话，有时候会太辣。哦，用嫩姜哦，记得哦。哦，啊，辣椒。辣椒。对，我们就用剪的就好。对，好方便哦。还有蒜头。蒜头。对，我们就一起下去。都丢进来就好了。对。还有我们的这个 slice 做酱料太方便了，苹果就直接这样的，对对，哇，打的，哇，你看这么细，是白醋、豆瓣、对糖，对，因为辣度的话，哈，辣度的话就是看我们自己要多少，嗯，对，泡菜好了，哇，你看这个，水了，对，而且很清脆，有没有？对，冰水的话，它加下去，它泡菜会更脆。所以要加冰水，对，那这样盐巴就洗掉了，对，我们就盐巴洗掉了哈，那我们就放在这个脱水蔬菜脱水器，对，就放下去，哦，好方便哦，它的水都跑出来了，对，好疗愈哦，哦，然后打开，哇，你看就好了，哇，然后来看水拢伫遮呢，对啊，水拢伫内底啊，我们就把哈这个倒进去，好。其实用不锈钢来腌泡菜，对，也比较安全。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汁呢倒下去，对，好，哇，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就来炒这个。
那么炒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个豆子你就给它下去，黄豆放一点黄豆芽下去，然后呢给它盖上锅盖，你看它自动有没有水蒸气？哦，哇哇，你看那个颜色。那我今天既然它是韩式的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放一点点的这个韩式辣酱，哎，韩式辣酱，炒肉片我们就给它放下去，白菜芽下去，然后我们的泡菜我们就给它打开，哇，你看，再放一点点一匙的酱油，然后一点点的糖，一点点的糖，对。我隔离煎就给它放着，肉放下去也都没有炒，哎，对，我们就直接给它放摆一摆就好，对，我们就给它摆一摆，哦，花枝圈一样，嗯，还有我们花枝，哦，最后我们再加上这个韭菜花，哦，所以韭菜花要最后面，对，韭菜花我们最后面给它剥一下，哦，嗯，我们就给它盖锅盖起来，哇，剪刀，哦，香菜葱切断就对了，对，用剪刀，对，哦，这都是妈妈教的，然后，你看我们不用加水，看水有多少，哇，你看，哇，那个蛤蜊都开了，对，然后最后就把刚刚的葱段，对，然后还有什么香菜，对，辣椒，对，放下去，对，放下去，老师，我们的饭好了，哇，你看，哇，两颗蒜头的饭，是，先将这个汤汁哈放下去。老师啊，那椒粉的就香烧肉饭，嗯，好丰富的韩式泡菜烧肉饭，料又多，而且这是海陆大餐，哎，这个哈，哦，那煮一锅的话就配白饭就好 ，OK 了，哦。